适合练习撞击的糖果吗？超强铁头撞呀撞，我就是中头龙，嘿哈！我想要那种硬硬的，像石头一样的糖。我没有硬硬的棒棒糖，看你觉得怎么样？练习铁头撞呀撞，棒棒糖最棒！哇！有适合送给妈妈的漂亮糖果吗？善良可爱充满爱，我就是字母龙。我想要那种闪闪的华丽漂亮的糖。我没有漂亮的戒指糖，看你觉得怎么样？送给妈妈当礼物，戒指糖最棒。快来恐龙糖果屋，这里有糖果无数，跳一跳呀，旋一旋，有好多糖果，好幸福。耶！有像我的头发一样能发出声音的糖果吗？恐龙中的音乐家，我就是福之龙。我想要能发出声音的最特别的糖。我没有特别的口哨糖，看你觉得怎么样？发出好听的声音，口哨糖最棒。有能让我变得不那么可怕的糖果吗？霸气的恐龙之王，我就是霸王龙。我想要能交到朋友的有魔力的糖。快来恐龙糖果屋，这里有糖果无数，跳一跳呀，旋一旋，有好多糖果，好幸福。接下来又会来哪些客人呢？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朱尼托尼决定当一次牙医，来给动物朋友们看病。
有什么样的患者来呢？我要好好的给小动物们看病。哦，有蛀牙，应该很痛吧？别担心，我们来帮你治疗，一点也不会痛的。咻咻咻咻咻啊，一起来治疗。咻咻咻咻咻啊，哦，变得干净。咻咻咻咻咻啊，一起来治疗。咻咻咻咻啊，哇，干干净净。现在不疼了。第一位患者是河马呀，因为蛀牙被治好了，所以现在不疼了。河马为了表示感谢，送来了一个小礼物，一起来打开看看吧。哇，呵呵，是漂亮的水晶球！耶，我们快点去见下一位患者吧。第二位患者的门牙好像断了，我们快开始治疗吧。咻咻咻咻咻啊，一起来治疗。咻咻咻咻咻啊，哦，变得干净。咻咻咻咻咻啊，一起来治疗。咻咻咻咻咻啊，哇，干干净净。啊，我的门牙又回来了。第二位患者是小兔子呀，小兔子以后可要小心，别再把门牙给磕断了。小兔子也为了表示感谢，送来了一个小礼物，一起来打开看看吧。是和刚才颜色不一样的水晶球。哇，太漂亮了。来来，下一位患者。第三位患者是，哎呀，这味道，长了好多牙结石啊。牙结石是指食物残渣和细菌相遇后矿化形成的物质，不经常刷牙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牙结石呢。别担心，我们来帮你清理干净。咻咻咻咻咻啊，一起来治疗。咻咻咻咻咻啊，哦，变得干净。咻咻咻咻咻啊，一起来治疗。咻咻咻咻啊，哇，好舒服。第三位患者是狮子呀，现在狮子嘴里没有奇怪的味道了，为了不再长牙结石，狮子一定要好好的刷牙哦。哇，是漂亮的红色水晶球和黄色水晶球。哇，是彩虹墨镜。怎么样，朱妮，是不是像电影主角？哦，托尼还不错嘛。咻咻咻咻咻啊，闪金的牙齿。咻咻咻咻咻啊，闪亮的牙齿。咻咻咻咻咻啊，健康的牙齿。咻咻咻咻咻啊，哇哇，耶耶，么么么么么发扑通扑通扑通，心动的情人节，终于终于到了甜蜜的情人节，一起来做让你感到甜蜜的么么么么魔法巧克力，么么么么魔法巧克力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巧克力呢？彩虹，彩虹巧克力。红橙黄绿青蓝紫彩色情人节，五颜六色梦幻的彩虹情人节，一起来做让你感到幸福的么么么么魔法巧克力，么么么么魔法巧克力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巧克力呢？我想要肉模样的。今天就是最最特别的情人节，帮你实现愿望的快乐情人节，一起来做让你感到快乐的么么么么魔法巧克力，么么么么魔法巧克力。哦，你想要什么样
样的巧克力呢？哎呀，你懂的。所有人都期待的幸福情人节，和朱莉托尼一起共度情人节，一起来做让你感到一热的摸摸摸摸摸发巧克力，摸摸摸摸摸发巧克力，摸摸摸摸摸发巧克力。六色马卡龙，我爱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龙，甜甜的马卡龙，酥脆的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龙。我们小小的圆圆的小小马卡龙，一颗一颗放进嘴里融化了，总忍不住想再吃一个。我们是用鸡蛋清做成的小小马卡龙，味道甜甜的，放进嘴里软软的，总忍不住想再吃一个。五颜六色马卡龙，我爱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龙，甜甜的马卡龙，酥脆的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龙，味道和颜色全都不同，小小马卡龙，各种各样的，放进嘴里味蕾绽放着，哦，啪啦啪，总忍不住想再吃一个。外面脆脆的，里面软软的，小小马卡龙，口感好独特，放进嘴里脆脆的，总忍不住想再吃一个。五颜六色马卡龙，我爱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龙，甜甜的马卡龙，酥脆的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马卡龙，马卡马卡龙。这个炎热的夏季，我们最爱彩色冰淇淋的奶昔，投进一枚红色硬币，会出来什么呢？好好奇。哇，冰棒！哦，好吃的冰棒，好吃的冰棒。冰淇淋做好了，巨型仪式冰淇淋，神奇的彩色冰淇淋贩卖机，带来凉爽和惊喜。在这个炎热的夏季，我们最爱彩色冰淇淋贩卖机。晚安，妈妈，做个好梦。你也做个好梦。哦，对了，你刷牙了吗？
再张嘴看看，快！哎呀，这可不行，明天要去牙科看看了。生活的细菌连球菌，吃完甜甜的东西我倒出来续续便便，一天刷牙三次的话我难过，不要刷，吃的东西不就全都没了吗？吃饱了要吃屎，三分钟吃饱了便便一起，三分钟就可以都消化完毕。链球菌们，快把这张嘴全都占领！我是在你嘴里生活的细菌链球菌，哦，吃饱喝足，这里就是天上人间。门牙、虎牙、臼齿之间的间隙，我要拉，让你的小白牙都变成蛀牙。长蛀牙的话，会长出大窟窿。大窟窿的话，牙齿又酸又疼。牙口味道会非常难闻。臭味呼呼散发，嗯，非常好。会没掉你的小白牙，这都腐烂掉我的臭屎屎，会没掉你的小白牙，这都腐烂掉我的臭便便，会没掉你的小白牙，这都腐烂掉我的臭屎屎，会没掉你的小白牙，这都腐烂掉我的臭便便，味道无比有威风凛凛的蛀牙菌。全都腐烂掉，全都腐烂掉。哦，这是蓝莓的果皮？什么嘛，不是蛀牙哎。真的吗？这下不用去牙科了，好开心呀。你到底是怎么刷牙的？快来重新再刷一遍。不要托尼，这什么呀？悄悄，这是香蕉汉堡包。哇，哪有这种食物呀？哪有这么奇怪的食物组合呀？但至少很搞笑呀，对吧？那确实。托尼，我也想到了一些奇怪的食物组合。试试看吧，好吃，一起来组合看看吧。你喜欢写下吗？我喜欢呀。你喜欢蛋糕吗？我喜欢呀。那么鲜虾蛋糕呢？鲜虾蛋糕，好奇怪呀。你喜欢软糖吗？我喜欢呀。你喜欢浓汤吗？我喜欢呀。那么软糖浓汤呢？软糖浓汤，好奇怪呀。好好吃呀，好难吃呀，试试看吧，好吃，一起来组合看看吧。太奇怪了，但真有意思呀。朱妮，你也很棒哎。你喜欢披萨吗？我喜欢呀。你喜欢奶昔吗？我喜欢呀。那么
龙虾麦片呢？龙虾麦片，奇怪呀！你可以想象这些食物吗？可真有意思，我还可以组合出更奇怪的呢。你喜欢香肠吗？我喜欢呀。你喜欢果汁吗？我喜欢呀。那么香肠果汁呢？香肠果汁。汉堡包怎么样呢？还是很难吃的感觉。哈，完成了！托尼，快看，这是为你做的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机器人吗？我是糖果贩卖机。哎，吓我一跳！你好，请按下你喜欢的颜色按钮。会有糖果出来的，咚咚咚，请按一下这里。托尼，没事吧？嘿嘿嘿，我得到了好多糖果呀！嘿嘿嘿，我要赶紧去分给朋友们。呜呼！嘿嘿，我们也一起去找朋友们吧。哔哔哔，哔哔哔。都有糖果般甜蜜的快乐，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，陷入我的美丽里，酸酸甜甜的。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，你想要吃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的？咬碎了吃的话，酸酸甜甜；含嘴里吃的话，酸酸甜甜；往我心里搜索，融化我的甜甜的味道。红橙黄绿蓝和紫，咬碎了吃的。有糖果般甜蜜的快乐，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，陷入我的美丽里，酸酸甜甜的。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，看看想吃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的？咬碎了吃的话，酸酸甜甜；含嘴里吃的话，酸酸甜甜；往我心里搜索，融化我的甜甜的味道。红橙黄绿蓝和紫，咬碎了吃的。麦基呀，还有糖果吗？再给我点儿吧。不行呀，再吃的话牙齿会坏掉，会长虫牙的，那就得去牙科了。知道了，快停下！糖果贩卖机，也给我一颗糖果吧。勺子里放进一点点白糖，用小火让它慢慢慢慢融化，在融化的白糖
搅一搅吧，搅一搅吧，鼓起来啦，鼓起来啦，焦糖饼鼓起来啦，做好啦，做好啦，焦糖饼做好啦，甜甜的满满融化在嘴里啦，焦糖饼太太太好吃啦，快快快快来，快来做一个吧，焦糖饼太太太好吃啦。在宽大的铁盘上撒上一点点白糖，把焦糖慢慢慢慢倒上去吧，先用力按压一下，然后选个形状吧，在变硬之前用力用力按压，星星模样，雨伞模样，焦糖饼饼好了，做好啦，做好啦，焦糖饼做好啦，彩蛋，我找到了红色彩蛋，哇，是樱桃味糖果，快乐的麦克斯，漂亮的彩蛋，我找到了黄色彩蛋，我找到了黄色彩蛋，哦，是香蕉软糖，快乐的美，漂亮的彩蛋，跟上小棉花糖一起找彩蛋，是可爱的彩蛋，耶！圆圆的彩蛋，木叶颜色好好看，快乐的棉花糖，漂亮的彩蛋。我找到了绿色彩蛋，我找到了绿色彩蛋。嘿嘿，是哈密瓜泡泡糖，快乐的米洛，漂亮的彩蛋。我找到了蓝色彩蛋，我找到了蓝色彩蛋，哦耶，是蓝莓巧克力，快乐的麦克，漂亮的彩蛋，我找到了紫色彩蛋，我找到了紫色彩蛋，哟吼，是葡萄味棒棒糖，快乐的妹妹，漂亮的彩蛋，小小喵